I came from the mud, there's dirt on my hands. Strong like a tree, there's roots where I stand.好了，超漂亮，糖果的颜色，夏天的颜色。你看手的是不是也超漂亮？我结婚的手就是在这家做的指甲，推荐给天津的小朋友们哦。雨欣 ，Morning Dave，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然后现在早上起来我还挺困的。现在大概7点多钟，还很早，我现在马上要起床 get ready， 因为今天有个很重要的照片的拍摄，我会全程拍下来 vlog 给大家看。然后呢，我马上要开始起来护肤，走走走，虽然很累。先给大家看我这个房间，我蛮喜欢的。我现在在北京的通英中心这个酒店，这个酒店特别好的一点是，你看它有一个三里屯的这个全景，其实夜里特别漂亮。在北京的话，其实这样视野好的这种酒店真的不多。然后他们还特别好，送了我水果啊、蛋糕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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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床也很舒服，还有小熊熊陪你睡觉。虽然我昨天晚上没有跟小娃一起睡，但是我还是很早很早，5点多就醒了。那为了今天这个很重要的拍摄，我们先一起去护肤吧。中医这酒店的卫生间也挺不错的，我一般都会做一个 room tour。 你看它这个就是很现代感，这个龙头我很喜欢，然后很浪漫的这个。嘿，昨天晚上我泡了个澡，原来是摆着新的形状的。 OK， 宝宝，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要开始平面的拍摄，所以护肤非常的重要，要持妆一整天。正式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安利一款精华，精华叫 Lirac， 一直被我巴黎的一个闺蜜给安利的，在巴黎街头什么都可以看到这个药妆。当时还给我介绍了一下，我没太在意，我以为很贵。然后后来 Lirac 再找到我，想让我试他们的产品。这款精华主打有两个功效，是给皮肤，它叫提亮，让你皮肤有光泽感。它有个功效就是美白，因为它这个小针管你看是橘红色的，它其实主打一个非常非常浓缩的维他命针剂的感觉。我自己用了2周了，已经用光了一支，现在我要再开一支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非常牛叉的一点，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很容易被氧化的，在夏天，但是它这个采取的是分仓包装，最大限度的保持了活性。首先你把这儿拆开，它这儿放的是 VC 的粉末末端，这儿是精华，你把这个粉末推到精华里面去，要多次摁啊，你看我就把这个粉末都打到它的精华里面去。我为了保证它过去了，多打几下，都打进去之后你再摇晃，确定它这个粉末跟这个 VC 完全完全混合在一起。好，这个差不多现在已经完全混合了，最后用一步就是把这个掰开就 OK 了。现在你可以把它打在手里，如果出现乳白色的就说明已经混合好了，如果黄色的还没有混合好。你看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流动性非常的强，水溶性的 VC 配方，所以非常好吸收，淡淡的橘子香，非常清新。这个上脸的效果真的很好，就是你会觉得你本来很疲劳暗黄没有什么光泽的皮肤一下子充满了光泽。因为这款精华里面15%都是 VC， 所以相当于102颗柠檬的这个 VC 含量。柠檬真的有非常非常强效的抗氧化的功效。我跟你说，翠爸是常年喝柠檬水的一个人，他今年66岁，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年轻的。这个就等于是泡腾片，但是给你的皮肤的，就在你皮肤很疲劳的时候一剂强心针。最近用了这个之后，我的皮肤确实有了光泽，而且亮度提升了，你看那种特别特别黄的感觉没有了，尤其是在我睡不好的情况之下，你看就是完全裸肌，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打电话给我的巴黎闺蜜，我说这款精华品牌方给我试了，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她又告诉我，其实里面有还有维生素 E， 还有什么水解蛋白啊等等，我不是特别懂啊，但是据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抗氧化。然后她跟我说，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烟酰胺，它同时也有对抗暗沉的功效，所以在美白方面也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有两点我跟大家说清楚，这款精华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刺痛的感受会比较强，因为它真的是太多维生素 C， 一下都擦到脸上去的话，它会在渗透的过程当中让你有微微的刺痛感，这可能就是它为什么这么有效的原因。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有刺痛感的，但是
对我的皮肤不影响。特别敏感的肌肤，我建议你第一次用的话一定要少少的用，这样你可能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少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用上了之后你的脸会稍稍有一点黏，我自己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经常去看那个美妆博主 Niki Tutorial， 他说 tacky 就是很黏的东西擦上去反而帮助你持妆，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功效的，所以它只是有一点点黏，但是过一会儿就没有了。我们知道氧化光衰老啊是皮肤衰老的元凶，如果你想买一款夏天用的精华，让你皮肤能够一定程度的改善暗沉有光泽，然后还有一定程度的提亮，这款就安利给大家了。OK， 擦完精华我们继续护肤。我的八宝眼霜必不可少，因为这款眼霜真的非常非常好吸收。看到很多很多宝文在我催美店里留言，也说这款眼霜特别特别的好吸收，涂眼霜一定要轻轻的。好，然后我最后再擦上我很喜欢的这个最像多肽眼霜。我家最后再说一下，这款精华大家最好不要跟油一起用，我推荐大家不要跟什么argan oil 就是那种美容油一起用，因为我发现它跟美容油一起用的话可能会搓泥，但是跟面霜什么的完全都没有问题。防晒用我最近非常心仪非常喜欢的 Ampoule 小白伞全面防晒，我防晒简直是涂的特别特别多，脸美白，脖子防晒，你知道吗，你每天擦防晒你的皮肤就定格在那个状态。 OK 啦，亲爱的，我现在护肤完毕，因为我现在出差嘛，所以护肤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I'm so excited about today's shoot， 真的非常非常兴奋去今天的平面拍摄，我们一起走吧。好，我们现在即将要到达我盛了大棚了，开始今天一天的拍摄，我要带大家看我怎么样 get ready， 还有选了哪些衣服。 Yay yay yay， let's go。 哇，好好看啊，好漂亮啊！啊，秋哥，你这 T 恤，啊，这衣服好好看呐！知名博主装鞋都用这种塑料袋装的，里面是这么华丽的鞋，你看，百年以后。哇，这全新的哎！对，这个是全新的，全新的。我没穿过。哦，我知道，是那年那个什么，那年节还是什么。这样的，咱们现在是咱们规划的四套，四套你家的衫。这个就是好看，这个是婚纱吗？要用过这个吧，好看。特别迷，所以我就想。哎，好好，可以，我当时也是这个。我自己也带了一套黑色，跟那个差不多，抽一块看一下。我那是在 Kate 自己带的。然后反正我们还准备了三套。叠一下，对，叠一下，然后针缝一下也行，然后把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对，然后和这个相比，真好看，然后要不然就是体型的那种，这样的。如果它是淡粉或者马卡龙色就完美了，根据那个衣服换个纯色就好了。对对对。Double wear 太厚，这个不够遮瑕力。所以两个这样弄出来，你们都问我这个用的什么颜色的 ECE coupon， 这个用的也是浅的，这个是十号吧，是多少来着？我忘了。我太喜欢这款，现在好多人还是想买这个，因为他看我用这个，这个没了。知道李佳琦先生的嘴有多么不容易，这卸唇太难了。
什么呀？好看吗？好看，紫色的，好黑。想看一下，对着这图，哇，好上色。嗯你们觉得我 hold 得住吗？或者侧一点点也可以。漂亮，好看的。嗯，跟腰带还挺配的。嗯。我眼影稍微加一点。特有钱的感觉啊！特有钱。特有钱，特有实，特有钱，特有实力。不要看出来是天津的啊，反正我就是不出曼哈顿的那种女孩。好好好。再低一点点，再看好。对，好看。啊？小美小姐的时候，真美的。那时候只有比我体型还超过。对，还有胖，现在还有紧，还有肉，特别好看。造型中，觉得感觉回到了拍婚纱照的那个状态，除了比拍婚纱照的时候重了十斤以外。哎，咱们戴哪个耳环？你要是来一个什么有经典台词啥的吗？来一段。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 是吗？我应该准备一个那种复古麦克风，美嘉，对吧？啊，真的超漂亮。好看。漂亮。漂亮。这张真棒，这做好了，这个好看，这个好看，你还戴耳环吗？你觉得？我觉得不用，这套干净的，戴，对吧？哇，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赫本的裙子，对，就像那个《公主日记》的电影里的女孩穿的，准备点公主的感觉。Last one， OK， 胜利在望 ，Let's go。这个有点Vanity Fair，对，很像那个名利场，对不对？一二三，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再来三 ，OK。六，我们一共拍好五个 look， 全部结束。现在我就把头发拆下来，要去吃饭了。很开心，希望大家看我拍的也开心。然后我们希望片子都出来美美的，好不好？虽然我现在还是比我自己孕前的体重重了十几斤，但是。等着我，我一定会瘦回来的。瘦回来之前，那就靠 Photoshop 吧 ，P 起来看。好，回头再跟大家聊，拜拜。